为核心的来过日子。虽然他们也要面对他们的家人，面对他们的亲友，就你都与他们同在，大大的来祝福他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了，那既然如此哈，我们今天就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来讲马太福音了啊。那马太福音我们知道，马太写的啊，马太是又名叫利未。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提啊，他就是原来就是税吏啊，后来被主啊提拔为这个使徒啊。什么叫使徒啊？蒙差派者，受差遣者来为神啊传扬福音、建立教会的人啊。那么，在九章那边呢，马太福音的九章十节哈，特别啊讲了马太啊，他得着主的救恩之后啊，马上就有一个宴席。但他没有讲哈，是他在那边邀请耶稣的，他非常谦卑他根本就没提他自己。然后，但是呢，当这个提到这个主的十二门徒的时候，他故意写自己叫马太，而且是税吏故意贬低自己这个身份就是要说明主的恩典实在是太丰富了。主要的这个原则是这样。那这个马太福音呢，主要在主后37年到40年之间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哈，在28章最末了的时候啊，他写的这一段话。那既然今天呢，要把马太福音走完一圈呢，那我们就稍微要努力一点哦。主耶稣，其实老师之所以要多讲嘛，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不太容易讲完，主要是这个原因。好，不管这个讲都讲完讲得完讲不完我们都放在主的手中。我们昨天之前我们把这个马太福音的大概25、26章大概基本上都讲过。我们好好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大概结构前面的2章，今天算是总复习今天既然是今年的最后要有一个有头有尾的感觉而且是新约的第一卷，把它完成，不太容易完成的很细但是我们接下来会帮助大家，所以不要担心。而且呢，接下来的时间呢，老师想在3月1号比较正式开始就是用合餐的方式带着大家走，因为你马太福音已经走了一遍了，对那个经文本身是有概念的，只是它经文和经文之间的对照很明显有一点不同。那我们先讲哈，这个第一章到第二章讲到这一位君王救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大卫王的子孙要特别强调他是大卫王的子孙，王室的子孙然后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当然是亚伯拉罕后裔了但是这个强调的点是在大卫的身上，所以呢，你要这个做王掌权你是那个真正的弥赛亚，你要起码证明一下你是不是这个王室的后裔所以这个谱系就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17节就讲得非常清楚。他那位称为基督的那位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代，然后分成三大段这个第一大段呢是先祖的谱系，第二大段是王室的谱系，第三大段呢是平民老百姓的谱系，而每一个谱系都连于基督，而且这里面有4个女人就说明了我们这些人呢是除了主是那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其他的都是什么不洁的，不洁的人，而且是有罪的他玛是这个犹大的儿媳妇，跟他生的这个谢拉还有这个法勒斯，那么路德次，人家都是这个摩押人的后裔都是乱伦的那么还有拉合，根本就是耶利哥城的妓女，没有一个好。甚至于大卫王所生的，是居然是从做过乌利亚妻子的来生，连名字都不给他，就是把他这个身份是根本是奸淫的而来的。
murder 啊，就是啊谋杀，然后犯贱婴儿来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他完全怎么样，在圣经里面完全披露，他根本不给你一点任何的好脸色。通常啊，讲到这个父辈的歧视啊，能够隐藏就隐藏的，但圣灵啊，果然是不一样。这本真的是圣经，它暴露的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有问题的，但唯一一位没有问题的，那无罪的是谁呢？是玛利亚童贞女所生的，其他的都不是。好，那么讲到他是身为神而人者，命名为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啊？耶稣是耶和华救主、耶和华救恩的意思，人称他为以马内利。那么从第二章开始呢，就讲到他被称为拿撒勒人啊。那当这个故事啊很多了啊，包括那个东方博士啊、星象家啊，然后朝拜，然后献上乳香、没药啊、黄金等等，然后属灵的含义，就说明了耶稣这一辈子要完成的事。那个没药是在涂在死人的身体上的，那预表的基督的死。那他遭了这个希律王的嫉妒、记恨，逃往了埃及。那又被希律王搜查，然后要除灭他。那最后他死了，希律王死了以后，他返回拿撒勒，被称为拿撒勒人。拿撒勒这个字啊，其实在旧约里面不太容易找到，不太容易找到。但是他的声音非常近，很像什么拿西尔人，很像但是这不是同一个字啊。那我们还是不多做揣测，因为马太福音的这个写法很特殊了。那以后我们讲到更深的这个神学信息的时候，我们才会跟你提啊。现在暂时不提了啊。那么第三章到第四章那个就开始引荐了，引荐这位这个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这件事，然后他受膏这是我的孩子，然后后来也经过的是撒旦的这个40昼夜的试验，对不对？通通都通过了考验以后，到第四章开始，他开始服侍王的服侍，王的工作首先第一件事，颁布天国的律法。天国的律法就是这样，登山宝训讲到天国子民，你们的性质应该如何？你们也会应该要有影响力像神的光照在这个所有的地方山上嘛，不是照在斗底下讲到律法的是义必须要胜过法利赛人义，然后你们的义行你们的财务应该怎么样对待人？生活的这个工作的根基如何，全都讲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说，马太福音在一开始来服侍的时候，就跟你讲，好像这个好像什么，好像摩西五经，把那个怎样这个律法啦，各方面神的要求讲得明白，神的律、神的道是如何，你们应该如何行，先讲清楚。这个约法三章的概念呢？好，之后他就开始来服侍了。也就是说，在马太福音，它的结构很有意思，它是先讲道理，再来行动；先说话，再行动；先说话，再行动啊。那这个他的工作呢？有好多的神迹奇事啊！你要跟随王啊，你就发现他的权柄是管理风和海的，管理鬼的，赦免罪的。他甚至与罪人同欢，所以呢，他跟这个旧的宗教法利赛人呢，这些无法相合，无法相合。那后面呢，就讲到他的工作慢慢扩大，他不再是一个带着几个门徒，而是牧养收割的需要。这个庄稼虽多这工人却少，然后要求主差派工人去收割庄稼，因为都已经熟透了，对不对？那么要扩展神国度的福音，直到以色列家的路。然而以色列人呢，却逼迫他，搅扰他，不愿意来跟随他，反而去那边抵挡他。那么，这个主呢就讲我与你们是一你们要受差遣，两两的出去那么一直到了这个时候
耶稣基督的这个服侍啊，他的那个受洗的人数各方面啊，都远超过了这个我们的先锋约翰，施洗者约翰。实际的约翰那时候已经下在监里了，就差派人来说啊，这个我们要来要等的是你吗？还是要等别人啊？是故意要激动耶稣啊来拯救他他只告诉他我是谁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的那一位，但是啊却不去拯救他，我什么都可以，就是不拯救你。但是他称赞先锋，那当然他有他的原因呐、啊。耶稣后来不是到了克西马尼呢？父啊，这愿意啊，我照着你的意思，而不是照着我的意思。但是啊，若是可能的话，请你挪去这杯，是一样的感觉。但是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计划，神有神的工作，于是啊，他就要探责这个整个顽固不明的这个世代啊，这个世代啊，无论啊，这个是那个进食的那位这个先锋约翰来。哦，他们不听，又吃又喝的耶稣来，他们也不听这怎么样都没用了，刀枪不入一样呢，这个尸骨不化，就颂赞承认父的美意，对这个这些啊骄傲的抵挡骄傲的人去赐恩给我们这些谦卑的，我们这些人就是因为不懂、不能、不行，但是我们愿意相信这个就是啊神的特别的美意。好像啊，这个世代啊，他要来邀请所有人来赴宴席。绝大多数，哎呀，我家里有事啊，我这边有什么麻烦呢？哎呀，我什么东西都比主重要啊。那这样的话，很抱歉，主就把这个恩典呢赐给别人了。好，但是到这12章到27章，听清楚啊，是27章啊，有好长好长的一大段，他在讲什么？王被弃绝，先前呢，他是赶疫病、赶鬼啊，这个说教导各个方面啊，是王的风范。每一个人听见了就觉得这不得了，这是大卫的子孙呢，我们要跟随他。但是啊，越到后面，当他那个显示出他的荣耀，当他那启示出他要被上十字架，很多的人这话甚难谁能听啊，就走了，很多的话语啊都无法接受的。第一，气绝的建立，原因是什么？不愿意接受主，所以啊，迫使啊这位这个王转向外邦人呐、啊，以色列家这个不听话嘛，那么主呢却把这个福音啊传给那些啊像那个迦南的妇人，根本是外邦的，但是他们对主的信心却是大的，即便是啊主人那个桌下的那个狗啊。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极其谦卑，而且极其愿意接受。你这个以色列人，神这么爱护你，神这么样的愿意怜悯你，怜悯你，给你这个上好的，但你不接受，气绝到一个极巅峰啊！说你根本靠的是鬼王啊才能赶鬼的，就要这个。对主啊，他的神迹啊，还想要去挑战他。你看看你写什么神迹，叫我们相信你啊！神就跟他讲了，这世代已经没有神迹给他们了，所以这个世代是每下愈况，越来越糟，导致于啊，这个王啊也放弃了他们，放弃了他们。后面呢，13章开始啊，就解释说明天国的外貌是什么，天国的诸天之国啊，所建立起来的有假冒的成分。不要以为都是神完全掌权的，还有很多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事情啊。因为什么？败子和麦子的事，你要好像一个主人呐、啊，种的都是有生命的种子，是麦子，就仇敌进来，要听清楚，是仇敌所做，不是主所做的，是仇敌要怎么样来抵挡神的工作，所以就撒下那个不仅没有生命，还有毒的败子，让你看不懂。到底在教会里面，到底在神的国里面，到底是在天国里面，到底是哪些人是真实的，哪些人是假的？就是有叫畸形的发展，明明是芥菜啊，是给供应营养的，却长成大树了；明明是怎么样的情况啊，内在却腐败了，这个好像面教一下啊，那个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他的教训呢、啊，就掺杂，然后让他变成
一个完完全全基督教国的这个概念，属世的国，里面非常非常多假冒的成分啊，这个就是啊，神就特意的啊，然后提出来好多好多的比喻。他说啊，天国好像什么一个珍珠啊，珠子啊，上极贵的珠子，人发现了它，就把它藏在田里，然后后来用尽一切买了这个地，然后来取得。有时候哈，你不拿走就算了嘛。但是 anyway 哈，这个很一定有原因啊。啊，所以这个是败坏的世界哈，里面呢、啊，撒旦也败坏啊，教会里面的许许多多的事情，看起来很是相当好的，但实际上有很多的败子在里面，永远的福音和永远的结果，然后叫人呢、啊、就是怎么样，在主面前必须要警醒，不是每一个说主了都是真正的信徒，不是每一个啊说啊我已经信了主的人呢、啊、都能够得神的称许。没这回事，好像那个经学家文士啊，像把这个什么样，把新旧的东西库藏的，能够讲说出来，叫人得着祝福。就是在新约的时代，这些教导人呐、啊，不是只在讲这个旧约的事，把新旧两边关于基督的事啊，通通解明了。这是啊，在今世代的这个国度奥秘的揭示上，所以。我们每一天呢、啊、来读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哦，我们不仅仅读旧约，我们把新约和神的旨意啊，好像七日论这样的啊，非常清楚讲明。从他的这个神的帐幕上啊、这个会幕和神的圣殿，一直是讲到教会、神的家、神的国，讲到至终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都是讲这个奥秘的揭示，就是神与人永远互助的是居所。好。当然，到13章到16章的时候啊，这个气绝啊，哎呀，不仅啊，这个顶峰一直不断的增加，连家乡人都不提他啊。我就觉得哦，这个先知啊，在自己家里面啊，是最不得待见的啊。在各地啊，都是受人欢迎、敬仰的，就是在自己家里面呢，没人理会啊。外邦王也气绝，那十保5000人的这个神机骑士。那么他又在海上行走，这些都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神迹凭着王的一穗子啊，就得着医治了血漏的妇人，然后传统的这个宗教徒啊，控告他说他怎么样，说他怎么样啊，特别是啊，比如说这个在安息日的时候不可治病啊，却安息日的时候却做自己想做的事啊，那外邦妇人是如何的有信心，然后。他治病为了荣耀神，那后来呢？不仅这喂饱5000，然后来又有10饱4000的神迹啊，有7个筐子的食物就被累积起来。然后面对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然后基要派和摩登两派的这个试探试诱，气绝是越来越增加。那到了16章到23章的时候啊，这个整个的路径要被上十字架之前。他是这样，他是啊，坚定不移的知道要在逾越节的时间点，必须在以色列，然后上了十字架。哇，这是不得了，是完完全全啊，是知道自己要受的苦的。他不是不清不楚的，他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要去这个犹大之前，他就来揭示了基督与教会的这个启示。第一次。他就讲说了这个关于钉死和复活的事情。他先问啊，你们说我是谁呢？结果呢，这个突然彼得啊考了100分，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啊。他说约翰八又问啊，你这个不是啊，这个血肉属于血肉人启示你，乃是我的父，天父。所以这个时候第一次，当地上有人认出他是基督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开始说明钉死和复活的一个启示，将要揭示这件事。后来呢，又说你们当中有些人啊，在还没有见死位，就能够看见神的国降临了，天国的降临。这个事情啊，就在于他后来上了山。有些人说塔伯山，有些人是说这个去大马士士革的那个中间山区。不论如何。这个地方啊，就是看见了，
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耶稣在这边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了。时代的转移，从这个律法和先知的手中转到基督身上，他才是那神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后面啊，癫痫鬼的赶出，就指明了有一些鬼啊，你们不靠着这个禁食是无法出去了。这时候第二次说明这个钉死和复活的事，这个事情啊是已经非常紧迫了，但是神的这个主自己的这些百姓们呢，怎么样搞不清楚状况？他们搞不清楚到什么程度啊？哎呀，还在那边争谁要为大嘞？所以啊，神儿子的名分呢启示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这个里面啊做应用。在国度里面的关系，做大的那伟大的要法，像服侍小的一样。然后后来进到这第十九章，在19章到20章里面啊，他要往犹大去，对不对？开始进到犹大以后，他医治那些跟随的群众。那么法利赛人再次的试诱他，但是他仍然啊，这个是怎么讲，像王的风范一样的就回复。那么。也用智慧的言语啊抵挡他们，那么用给小孩子啊让小孩子在我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啊，就在这里。那后来呢，有好多人呐，就看中了耶稣的服侍，也想跟随。其中啊有富人，有财主啊，想要进天国啊，比骆驼穿过针的眼更难啊，就在这里边出现。也讲到我们这些人已经都奉献了一切啊，跟随你。那我们主来的时候，我们会得什么奖赏啊？这个不仅啊，今世得百倍的这个国度的赏赐啊，就全然的来释放出来给这些门徒啊，还要跟他一同做王。那么在往这个耶路撒冷的路上，他第三次说明了自己必须要经过钉死和复活的第三次的揭示。这个也说明了这个国度的宝座和十架的苦杯，他是必须要去得着的。然后呢，两个瞎子得着医治啊，回来然后来感恩那后来呢，这个进到耶路撒冷呢就怎么样，骑着驴驹，谦谦和和的来到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前这个是已经到了耶路撒冷这边了。那么，在耶路撒冷，他做了什么事呢？从21章开始到23章他要洁净圣殿。那寄居在那个伯大尼之家、面包之家是谁啊？就是马大玛利亚的他们那边。然后呢，咒诅了以色列国，就像那个什么没无花果不结果子的那个无花果树它必要枯干。这个就讲到以色列后来的情况啊。当然，后来的的确确是上千年都是如此啊。我们今天呢，我们是何等的有幸，我们是已经经过了这上千年，然后到了最末了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以色列他已经经历的，然后呢，他经过了患难，然后如今又重新开始，这个无花果树啊又发嫩长叶了国家就复兴了。好，到了21章到22章之间。他受到的试验，他这个受试验就多了，什么事情啊？受到祭司长、长老的试验，你这个权柄哪来的？受到法利赛人和这个希律党人，哎，到底要不要交税给该撒呢？受到那个撒都该人试验，哎，这个复活是真的假的啊？我们这边的一个女人嫁给7个兄弟，结果都死了，那到底要复活的时候，她是谁的老婆啊？在受到律法师试验，这考试比较深了。关于最大诫命到底是什么？我看看你考得出来吗？哎，主耶稣啊，用非常智慧的言语啊，面对他们所有的试验，没有任何的瑕疵。最后，他用关于基督的问题笼住了所有试验者的口。然后来呢，到了23章就讲到他对这些宗教徒责备。法利赛人呐，这个你这个经学家法利赛，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八重的祸，祸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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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了8次。弟兄姊妹，我们非常感恩主，
并不因为人而这个讨人的喜欢，就降低了他说话的标准。我们常常会讨人喜欢呢，有一些话就不讲了，你知道吧？啊，牧师常常干这事。但好话呢，就是说啊，是为了要这个帮助他们啊，鼓励他们走上去，不要太快，太快的话讲的这个太重了啊，他就跌倒了。但是有时候啊，我真的是感觉啊，我们跟主的那个灵啊，差距还蛮大。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差距很大。好，再加上呢，耶路撒冷连其圣殿呢、啊、也要被毁弃。然后后来就进到的前几天的啊24章25章关于末了国度性的预言。首先他讲了以色列人，从基督升天到这世代的终结，很快的大灾难必要发生，基督要来临在地上，而且以色列要再一次被招去。关于教会呢，特别的要跟他们讲，你们要警醒祷告啊，预备好，要做忠信精明的仆人，要警醒，要忠信。哦，讲好多的这个比喻啊，这个精明的童女啊，等你有油啊，啊，这个愚拙的，等你没油啊，都是童女，都是啊，这个捡这个得着救恩的，但有些人是警醒的，有油的，有些人是没有警醒的，睡到主再来了。然后有一些呢，更是啊，这就是恶仆和好仆人的差距。当主来的时候，看到你是啊按时分粮的好仆人，他要称赞你，让你管理更多的事。但他一旦发现你不是如此，啊，趁着他不在啊，击打你的兄弟，然后还有这个跟这个酒徒们喝酒，吃喝作乐。他来的时候就愤怒的把你切一半，叫做什么 ？Cutting two。就是腰斩啊，用极重的方式来对待你。哦，主啊。好，到了关于25章这边讲到万民的事情，基督要来了，荣登宝座，要聚集万民，施以审判。然后一直到第26章，就是我们今天27章啊，因为整个马太福音就剩这三章了啊，我们很快速的把26到27章这个整个的结构讲清楚。26章27章就弃绝要完全，什么叫完成呢？就是在完全的被钉死，耶稣基督他第四次揭示他要这个赴死难，被宗教徒啊，就是法利赛人所害啊，这些祭司长啊，这个法利赛人是、啊、想尽办法害他，但是被爱主的人啊所爱。我们之前讲的有些人他只是想要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富，众人都贪啊主的甘子啊，这个什么，好像叫你付出你就不愿意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哎，弟兄姊妹，宗教的部分啊，都是有求必应型的，哎，就是说来到这个偶像面前啊，这个求神拜佛，就是为了要得什么好处。但是啊，我们呢不是信宗教啊，我们乃是啊信主。这位是我们的爱人，我们所爱的，我们愿意为他舍弃一切，把自己真拿大香膏完完全全的交托在他身上。但是被假信徒所卖，后来守了最后一次逾越节，然后呢设立了王的宴席，警告了门徒你们要小心，然后受压榨于克西马尼园，这个就是昨天我们讲到的部分。后面呢被这些啊祭司长啊这些宗教徒啊怎么样所捉拿，然后来送到议会去里面审判。居然我们的彼得啊，这个是 number one 的那个大师兄啊，居然否认他还三次。好，这个就是26章这一段话。好，这个话呢就讲到耶稣被杀害的这个事情，要先被怎么样，先被要被逮捕了。这个讲到这个玛利亚为他所预备的，是为他的安葬所预备的。那犹大呢出卖了他，然后奇怪了，这个女人呢、啊、很 sensitive，
听得懂主要离世的这个信息的，主自己讲的连续讲四次，真正听下去的不多，绝大多数还在那边抢位子，真正听下去的却是这位女人，她愿意在主要离开之前，因为她的爱，她不管她将来怎么样，她的爱，所以她要把她上好的全然奉献，不管主将来是如何，是不是能够叫我坐你的右边左边都不重要，重要是我爱你。我不愿意离开你，我愿意把我所有上好的，趁着你还在的时候，我要全然的摆上。但是犹大呢，却是一个出卖主的人，他同样的这个价值，一个是爱主倒在主身上，一个却是卖主，要把它卖掉。好，他跟门徒啊同进逾越节的晚餐，啊，同进逾越节晚餐。然后主说话了，你们当中要有一个人出卖我了，他们非常忧愁。不是我吧？那么主对这个犹大说：“你自己说了，就是你啊。这件事情啊，要用合参呢、啊、看得清晰。你现在读这个马太福音啊，先读一遍，有一个一定的概念就好。一定的概念讲完了，我们接下来调整你的概念，因为你会发现马太福音根本不是按照时间次序写。”他是按照道理的这个先后次序来写，比如说登山宝训，他要先写，然后再讲呢，他具有时代意义的神迹奇事，那么后来呢，又讲到了天国的比喻，像什么如何如何，然后再讲到他在地上如何如何面对这些人，好吧？所以啊，他都有他的特殊的一个安排编排，他不像马可的话，他是真正的按照时间顺序啊。一步一步的走下，因为那个讲述的人就是彼得嘛，对主的这个情形啊非常清晰啊，非常历历在目，讲给后面的人听，一口气讲的根本不停的。好了，好，那耶稣啊也预言了彼得不认他啊，后来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你们怎么样就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总要警醒祷告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呐、啊，你们的灵啊，在灵里面呢、啊，固然愿意；在你们的什么肉体里面、肉身里面却软弱了。好，弟兄姊妹，这就说明了，只要你转向灵，你就胜过仇敌的试诱；只要你要回到你的肉体，你就怎么被败坏。好，那么再来的话耶稣啊，再次的这个祷告与先前都一样。然后回来的时候，你们还在睡觉吗？时候到了，人子要被卖在罪人的手中了。后来耶稣就被捕了。捕了是个故事啊，这个很多的细节啊，马太福音讲的并不是很完全啊，并不很完全，只是尽快的带过。后来呢？这个拿耶稣的人呢，就把他带到大祭司盖亚法那边去了，文士啊、长老全都在那边开会了。现在呢，群众也不在旁边，他们就肆无忌惮地说话。彼得呢，远远地跟着，好，跟着。你要知道哦，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有一段话没记载出来。这段话是在诗篇里面啊，好像九十几篇，我记不得。就是在深坑里面的呼求，这个地方啊，因为啊，他是在这个夜里面被逮捕的，所以啊，他被击打了以后肯定啊是被下在那个监里面。我跟弟兄姊妹就是金明堂的那个地方的地下室了，被挖掘出来的一个位置。十分有可能就是耶稣当时被击打，然后被下在的一个地方，然后受尽了苦难。每一次老师去那边就带着弟兄姊妹在那边祷告，就是在坑中看的那个上面的这个头啊，非常的感受特别特别的深。好，那这个部分呢，以后有机会再带你们去吧。这个部分实在，我每次想到耶稣基督啊，在那一夜受尽的这个，你看啊，前面的话，门徒根本就睡着了，太累了。
但耶稣却要怎么样，一直撑着。然后来又要被逮捕啊，那一路走，你要知道从克西马尼园呐、经过的吉伦溪谷拉上来到这个摩利亚山的附近啊，然后再往那个锡安山这边走，然后到大祭司院很长的，很长的。昨天啊，我回去看看啊，小时候的地方哦，我说真的是都上了。上公里的哦，所以那个并不近啊，并不近。我就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啊，每一次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呢，感触就特别深，特别深。啊，有好些人呢，想要致死他，寻找假见证来控诉他，结果都找不到实据啊。啊，幕后有两个人来，哎，这个人曾经这样说，他实际上不是这样说。这个里面呢，90%是他说的，但是就10%或者是一部分啊，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听起来似是而非嘛，控诉的这个境界哦，就是啊，绝大多数是事实，小的一方你要去解释很麻烦，这叫控诉、抹黑、栽赃，就是这样来的。大祭司啊，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控告你的是什么呢？他不说话。大祭司干脆跟他讲：“我就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是还是不是啊？”耶稣回答：“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权是权杖的权啊，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哇！这个话惹怒了，撕开衣服那个大祭司啊，哇！那个还这个人已经说了健忘的话了，话都是他说的，话都是他逼着说的。耶稣根本就不回答的嘛，对不对？你逼了人家，然后让人家讲真话，你就说他是说了健忘的话，干嘛要见证人呢？不需要见证人，我们都听到了。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呢？杀了他，该杀该死，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来打他，用手掌来打他的，说你是基督吗？是啊，你是先知。那，打你的是谁呀？你看那个极其败坏，极其恶毒，神呢？那宇宙万有的神居然能够。被这样的这个不明就里的人呢，这样的欺负到极点，实在是啊，有时候啊，委屈啊，委屈啊，哎，你明明是高的，虎落平阳还被犬欺了，那这种实在是很不舒服的，人是受不了的，但是主一言不答。彼得呢，在外面约。跟着啊，这边想说主啊，我的主啊，你要胜过这些啊！你乃是我这个朝思暮想的，你这个是要来做这个弥赛亚了，来拯救我们以色列。你怎么能被人家吐唾沫，被人家击打，被人家扇耳光？这个怎么可以呢？这个怎么可以呢？这个时候啊，开始有人就试探他了。这撒旦也是很厉害，还找了个小使女。名不见经传的都可以把你给半跌了，啊，不承认，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又不承认，歧视，我不认识那些人，再过不久，你就是跟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都把你露出来的，他是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人呐、啊，鸡叫了，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事啊？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事啊？你有没有对不起神到这种程度啊？你可能还不知道你自己是这样的人吧？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之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啊！”哎呀，出去就抱头痛哭了。弟兄姊妹，好了，我们要。